哦，济公红红的芭蕉扇呢、啊？济公红红的这芭蕉扇吗？还是那个一只树叶的扇子、啊？哦，台北的刘岭任来到神元山庄义和圣堂帮忙彩绘的呢。哇，他是从中营搬到北部去的，有吗？你看还有葫芦了，刚刚的您的祖师乾坤带了，还有观世音菩萨的净瓶呢。